中国高空炸出璀璨烟花，白沙屯妈祖九天八夜进香年度盛事来到第二天，天空飘起细雨，18万名信众依旧虔诚跟随。 信众钻轿迎接妈祖，鸾轿一早从台中大甲镇澜宫出发，两个小时抵达清水，双向车道挤得水泄不通，热闹滚滚。还有人不畏风雨，带着家里的小狗一同共享盛举。让他体验一下本土文化，保佑他身体健康。我从云林来的，好冷哦。因为我们边走路的时候还有下雨，大陆冷气团来袭，除了下雨，气温骤降，海口沙滩10度，沿途许多热心民众提供热茶、咖啡。 特别暖心暖胃。面包还有饮料还有很多结缘品这样子，大概应该5-6000份。彰化只有一群妈祖联谊会志工，动员10部货车准备7000份餐点，要让香灯脚假巴巴。那准备豆吧，啊，是香红的一样，啊空吧，啊高丽菜。冷天飘雨，进香来回将近400公里，不仅对信徒来说更具挑战性，香灯脚在鸾轿转弯时还要跟着跑，也是一大考验。 粉红超跑带着信众满满祈愿，雨中疾行，持续写下历史。记者王俊杰、刘云中、王上 SNH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